律常识节目《逍遥法外》，主持人威文、翟律师、卡文。欢迎大家收看《逍遥法外 Season 2》。大家好，我是 Carmen， 就我身边的翟律师 Raymond。大家好，我是 Raymond。咁啊 ，Carmen， 今个礼拜咧，我又想讲单新闻喎。啱啱咧，礼拜初嗰阵时咧，公司咧就有个同事同我讲：，喂，啊，老板，你睇下呢段新闻啦，睇下冇办法帮下呢个女仔啦，咁样。咁不如我哋呢个时候播一播嗰个新闻片俾大家睇下。咁呢段新闻咧就系讲咧有个品学兼优嘅女生啊，咁啊喺裁判處啦，就承認咗兩項控罪。係。咁佢咧就俾海關咧拉咗，話佢喺網上咧就賣啲冒牌嘅手機殼。咁咧就賺取咗啲薄利咁樣。咁喺裁判處嗰度咧，個官咧聽嗰個代表佢嘅律師求情嗰陣時咧，就知道咧原來佢喺中學嘅時候咧已經係一個品學兼優嘅學生。跟住咧，亦都去過好多次幾次嗰啲模擬法庭嗰啲辯論比賽。喺裏邊咧得過一啲最佳律師嘅獎啊咁樣。咁啊，跟住好辛苦咁啊，單親家庭長大啦。買呢啲咁嘅手機殼啊，賺取一個月即係賺取到啲薄利啦。咁啊，然之後幫補下自己啲補習費啊咁樣。咁啊，好辛苦咁啊，入咗法律系添，讀緊法律而家。咁啊，個官聽到之後咧，就叫控辯雙方：喂，你哋有冇得傾下？有冇得用其他方式去處理啊？咁即係呢個女仔前途好好喎。咁係啊，就咁聽，似乎係即係第時會為社會即係作出好多貢獻，可以有機會即係做到律師添㗎。係啊，咁啊，跟住咧就好似咧就新聞咧就話咧個主控嗰邊咧主控官咧就話，律政署咧就拒絕撤銷對呢個女仔起訴咁樣，咁啊一定要佢即係你一係認罪啦，咁一係打啦咁樣。咁最後咧個女仔就選擇咗認罪啦，咁認罪嘅效果就係會有案底。咁啊想借呢個節目咧，即係呢一今集咧就講下咧，好多人咧入到去差館嗰陣時咧，或者入到去被人拉了的時候呢，那些執法人員呢都有機會呢跟他說，你認了就沒事的了，不會留案底的，稍行為而已。我當時都會這樣說，當事人以為，小事啦，我都是賺了一千幾百，以為沒事啦，認了啦，不知道有沒有告訴當事人聽你可以找律師啦，等等等等這樣。咁呢度要留意翻啦，即係認咗冇彎轉。第一，第二咧就係個官咧庭上邊咧就同個辯方律師，即係個女仔嘅律師同埋個主控官就講：喂，你哋可唔可以出去傾下，有冇其他解決嘅方法咧？咁咩叫其他解決方法咧？原來咧就有啲嘢咧就叫做告緊你咧，係即係律政署決定起訴你都好啦。咁其實好多時咧，我哋代表辯方嗰邊咧，可以同律政署講數嘅。即係話，喂，這個女仔品學兼優啦，大好前途啦，涉案嘅金額係好輕微，好輕微啦，一時糊塗啦嚇。咁即係呢一次咁嘅經歷，已經對個女仔嗰個有好大嘅警戒啦。係啊，以後嘅前途就嚇，所以會唔會考慮撤銷起訴咧？俾呢個女仔有一個機會咧，咁樣。咁喺好多案件裏邊咧，嗰啲律師咧都喺適合嘅情況底下都會咁樣同律政署講下數。亦都值得去試，即係因為如果講數成功嘅咧，即係呢個議價成功嘅咧，咁控方咧就會話俾個當事人聽：咁好啦，我撤銷對你嘅起訴啦。咁但係咧，你咧都要上法院嘅，咁你上到法院嗰陣時咧，就要話俾法官聽，我承認有件咁嘅事發生過，不過咧我咧就會保守咧保證咧向法院咧，我唔會再喺一個時間之內咧唔會再犯任何嘅事噶啦，我會守行為噶啦，我會做一個良好市民噶啦，咁然之後喺咁嘅情況底下咧，
咁控方咧就會撤銷起訴。嗯，呢啲正確啲嚟講咧，我哋就叫不提證供起訴。嗯，咁咪有咁嘅機會。嗯，嚇、啊，咁好多時候有啲案件都會適合嘅，例如兩個老友記或者兩班人咁啊食飯嗰陣時候有啲口角啊衝撞啊，你推我拱啊咁。咁又冇乜嚴重受傷，咁但係成班人就俾警察拉咗。嗯，喺酒吧度飲醉酒，咁跟住你拱啊，我拱啊，你言語互相侮辱啊，咁俾警察拉咗。咁呢啲咁嘅互相呢啲咁嘅毆鬥啊，呢啲咁嘅案咧，好多時咧就會喺雙方同意底下咧，就會不提證供起訴，有機會、就唔需要去到真係上法庭啊，認罪有案底啊咁大件事。甚至乎咧，亦都試過咧，有好多案件咧，即係啲背景良好嘅當事人咧，一時糊塗啦，我叫做或者有其他原因啦，就喺啲店鋪裏邊盜竊，即係喺 M and 乜嘢公司啊 ，H and 乜嘢公司啊，吉之吉 X 賭啊，咁啊偷埋曬啲唔值錢嘅嘢啊，咁即係因為壓力問題啊，壓力啊。啊、家庭啊、工作啊、伴侶啊，唔開心啊。之前都聽過唔少呢啲咁啊，係，但其實係偷啲好少嘅嘢，唇膏仔咁啊。偷咗包朱古力，偷咗支唇膏咁樣。咁因為嗰啲鋪頭咧，即係俾人偷嘢偷得太多啦。即係我呼籲下觀眾，電視機旁邊嘅觀眾，真係唔好去偷嘢。即係點樣諗唔開都好啦，因為嗰啲 shop 裏邊咧，佈滿曬嗰啲便裝嘅。同埋閉路電視都好多啦，你話證據一定係有影到噶啦、啊。通常我哋見嗰啲嚟到律師行度喊曬咁啊，我真係一時唔知嘅啫。但其實個 shop 裏邊係有好多便衣，佢係睇住你哋啲人行嚟行去，而唔俾錢行出去咧，跟住咧就會 stop 你啦。你去出咗個嘟嘟機之後咧就 stop 你啦，或者根本好多超級市場而家都冇嘟嘟機。係啊。咁又會 stop 你啦咁。咁喺嗰啲咁嘅輕微嘅罪行啦，我哋叫做啦，咁其實律師係可以幫你哋咧，同控方嗰邊咧就要求不提證供起訴。咁但係唔擔保一定得啊，咁就有幾個考慮因素。第一要件案本身好輕微啦，冇人啊，冇物啊，有財物嘅損失啦，啊，咁啊控方要同意啦，即係律政署要同意啦。警方又要同意啦，連個受害者都要同意唔起訴。咁多方咧，咁夾都肯嘅咧，咁就有機會對你撤銷起訴啦。咁而家嗰個女仔嗰個案件，就係嗰個控方嗰方面唔同意。咁我唔知，即係睇新聞咧，我唔知道佢係律政署唔肯放人啦，定係海關唔肯放人啦，定係嗰個即係我唔知佢賣咗假 LV 啊，定假 Hello Kitty 即係嗰個。假的 Hello Kitty， 即正版那邊的商人不肯放人、如果他是 Hello Kitty 的，那即是 Sanrio 啦，咁 Sanrio 是不是不肯放人呢，咁樣咁、因為要齊咁多 party 同意咧，先至有機會放。咁但係值得去試嘅咯，即係值得去做嘅咯，即係個女仔咁好背景咁樣。係啊，係啊，一個案底就已經影響佢大好嘅前途，其實佢影響係好深遠。因為佢。唔知佢知唔知啊？因為你有案底，你可能唔做得律師嘅，即係個未來係，即係唔單止唔做得律師，好多嘢都做唔到。會唔會影響佢入大學咧？會唔會影響佢入大學啊？咁我唔知道入大學填表嗰陣時候需唔需要填報你有冇有刑事記錄啦、啊？但係譬如你想去申請美國 visa、美國旅遊簽證咁，你都要申報自己有冇。有冇刑事記錄㗎啦？可能出外 overseas 嘅話咧，就真係有難度嘅，因為有個、你去啲免簽證嘅國家咪得咯。啊，譬如你想係移民咁，人哋實要你聲明㗎嘛，即係你有冇該犯過，有冇定罪，有冇刑事記錄啊？咁咁都又有啦。時候嚇，咁、所以對於個女仔都嚟講係一個好大懲罰嚇。係啊。咁所以我同事就問我：喂，你？老闆啊，你可唔可以睇下有冇辦法幫到佢啊？可唔可以揾個大律師幫下佢啊？佢咁慘，佢冇錢咁樣咁。咁瞭解完之後，透過其他大律師咁瞭解完之後，佢已經認咗罪啦。咁已經係已經冇彎轉，冇彎轉啦。因為你已經認咗罪，就冇得推翻個認罪噶啦。
咁然之後佢仲要係認咗罪，跟住法庭話哦咁啊，咁你認罪就我都未必係，即可能我估啦，個官睇見佢個背景咁好，都費事判佢坐監，咁有其他判刑嘅，例如社會服務令啊，或者搜查行為啊、感化令啊等等，咁個官就攞叫攞感化官報告。如果感化官的評價對他是好的，可能他需要搜查感化令咁樣，即係搜查行為咁樣嚇，就不需要坐監，但是案底是必定會有，即係一行咗入去裁判處，見案件凡是在執法機關帶到法院的話咧，一經定罪或者你自己認罪就一定有案底噶啦。所以頭先你講話啲警方有時誤導咁樣講話咧，你認罪啦，冇案底嘅，咁呢一句係真係一個好大嘅誤導嚟喎，係咪？係，千祈要諮詢下律師嚇，應該係唔可能嘅。咁佢咁倉促咁樣認咗罪，其實會唔會關有邊方面誤導佢，話覺得係小事，唔會有案底？難啊，因為佢當時認罪喺法院嗰陣時咧，好快就認咗罪。佢有律師代表嘅。他有律師代表，我不知道他是私人的律師還是當值律師辦事處的律師，總之有律師代表他，理論上他都 有法律意見給了他的，不過觀眾又要留意另一件事，就是剛才節目開始之前呢，卡文也有問我，咦，為什麼他在好像說在 Instagram 上賣東西嘛，是啊是啊，他在 Instagram總之是網上的平台賣東西，我就覺得咦，在網上平台賣東西還要賣一些這麼少的東西，警方都會知道的，因為今時今日呢，即那個犯罪呢已經不是停留在地面的層次，在虛擬的世界都有很多網上犯罪，即傳統的警察呢就在街上行必啦，即行孖必咁樣，跟住仲要簽保啊咁樣。我巡過呢條彌敦道啦，我巡過呢條金馬倫道啦咁。但係今時今日咧，嗰啲警察除咗行地面上面咧，亦都行網上嘅世界。佢哋有一 team 嘅人咧，係喺負責喺網上嘅世界度巡邏嘅。佢哋叫 cyber patrol 即係虛擬行必都有噶啦。咁佢哋會瀏覽唔同類型嘅網站。即係你網上世界就係線上邊啦 ，Facebook 啦、YouTube 啦，咁啊各大嘅銷售網站啦，啲私人嘅一啲討論區啦，係啲好熱門嘅討論區啦，乜嘢總之喺網上面嘅嘢咧，其實海關啊、警方啊都有呢啲特別的部隊在網上做巡查的，那他會是發現到少少，即是那麼蚊型，我認為那麼蚊型賣$35一個殼的翻版，這些那麼少的東西他都會報告啊，還是他選擇來報告？他不是報告的，他真的他起訴的，他是看到有人賣哇$35賣 Hello Kitty 套，那理論上 Hello Kitty 套是不應該賣這個價錢的，那這個已經是極高的懷疑是賣緊老番的了，都是你明知道 Hello Kitty 殼理論上都過百元啦，即係我就冇睇過 Hello Kitty 殼，但我喺網上面都見到有啲人賣咩 Ray-Ban 眼鏡$100咁，但係冇可能啊嘛，美金$100都唔知道賣到副，即係起碼香港你都要成$1,000先買到副啦，咁嗰啲賣緊$100嘅，肯定就係強國嘢啦，肯定老番嘢啦，咁跟住嗰啲警方又好，海關又好，就會去check 咯，會去放蛇咯，真係可能會接洽嗰個賣方咯，即係喂，著出嚟交收啦咁樣，咁但係你交收嗰陣時拉你咯，跟住交收完拉你，跟住會搜你屋咯，哇！原來成屋都係假 Ray-Ban 嘅，或者假 LV 嘅，咁呢啲就叫網上巡查完之後，地面就將你拘捕咯。同埋咧，好多觀眾咧，即係自己都有問過啲客户，問過啲問題。喂，咁我唔知係假噶嘛？我買翻嚟，咁我買翻嚟，我以為真係 Ray-Ban 嚟嘅喎，或者我喺華強嗰度買翻嚟嘅，我以為真係 iPhone 嚟嘅喎，嗰個人話係堅噶嘛？咁呢啲解説可唔可以說服得到法院咧？咁呢啲解説又係冇用嘅。因為法院是
唔會理你聲稱買翻嚟嗰陣時係乜嘢，因為譬如你買翻嚟嗰陣時，你有冇問過嗰個賣俾你嗰人攞翻張 LV 單啦？會唔會問佢攞翻 Sanrio 嗰張？嗱，而家嗱，我都係網上面嘅客户嚟噶嘛。如果嗰個人真係會即係、就是、一句問，請問係咪正品啊？咁嗰個買家真係答你係係咁樣。這些解釋是法庭不會接受的，都不行啊，完全不會接受。那都一句說完就不要賣老番東西好了，這裡始終都是香港，就都是賣一些正品東西，就因為法庭知道，喂，你明知道正品，你沒理由不知道正品是什麼價錢的嘛。都是、學你所說 Hello Kitty 的手機殼真的賣百多元的，就不會賣35元，不會35元。是啦， Ray-Ban 真的平極都要賣幾千幾蚊㗎啦，嗰啲係 exceptionally 即係異常地平得我交關㗎嘛，係就會引起警方嘅懷疑，學你話齋，引起警方懷疑，引起海關懷疑，就會巡查咯，網上同埋個效果太嚴重啦，即係唔好以為賺咗20元冇乜大不了咁，但其實係一個案底咯，一定要會留案底添。咁好啦，呢一節我哋完咗啦，咁雖然幫唔到嗰個女仔，但係都希望家庭觀眾留意啦，冇錯啦。咁下次翻嚟再繼續講。本節目及嘉賓在節目中所有嘅討論，將不會屬於提供法律意見，亦不會為觀眾負上任何法律責任。各位觀眾如有任何法律疑問，請聯絡執業律師並索取獨立的法律意見。自然沉淀，酿酒人的匠心工艺，即使不同年份的日本威士忌，亦是讲究细腻味道的上等之作。 J 级混集日本各大享负盛名的威士忌品牌，你无需飞到日本扑酒，所有日本威士忌以超值价现货发售，喜欢酒的你又怎可以错过呢？